现在对义拳健身部分装法撑爆桩进行演练。现在对义拳健身桩部分撑爆桩进行锻炼，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微微回扣成内掌，腿四膝飞直，微微弯曲，胯微微后靠下背，头曲里，眼睛往前平视，下颚留，这是把手。手的高度与肩相平，两手相距两三拳，手心离身体在一尺开外，一尺开外就是指两手的距离离胸部啊，不要太远，远不过尺，近不沾身。在锻炼当中还要注意到胯略微扣靠下坐，小腹不要挺出。保持后身下坐，在练习时还要注意到十个手指啊微微张开，设想较有门槛，张大就掉了，并向就加紧，同时注意十个手指四膝飞直，微微弯曲，腋下设想加有一球，抬平就掉，贴身就紧扣。刚才所讲主要是对肩架的这个要求，如果我们掌握了可不用考虑，现在进行意念的诱导，假借我们手中环抱一个很欠薄的球，用力就破了，不用力就掉了，这是一个意念。再一个呢，就是假借我们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水的晃动感觉自身随水有摇晃，这时候身体跟水产生一种矛盾，究竟是水晃动我还是我晃动水，让它出来一种有意和无意状态。身体略微后靠的时候呢，设想脚趾扒住地面稍有牵引，重心往前去的时候，脚跟与地相连，欲拔不起。这就通过在站立不动当中体察到身体前后微动，整体运动。再进一步，我们应该从事矛盾中立的建立，不仅自身的矛盾还要与外界的矛盾相连。这时我们可以设想十个手指有细小的弹簧相互联系，两手腕部弹簧和脖子相连，头虚临脚下踩，身体略微后靠时有意将手上弹簧轻微的外分，往前去的时往里挤合，往后微微靠动的过程应该微有上提，重心往前去的时候有往前往里往下，往后靠后有往外往外往上往后。我们注意到上身还要注意到腰胯一下，我们设想腿部夹裹一个很轻很薄的球，膝盖以上外分，膝盖以下内合，身体略微后靠的时候，两腿微微外伸，分分不开，感觉有外分之意，往前，重心往前的时候，膝盖有往里挤和挤挤不住。这时候重心略微往后，微微有外伸，往前有内合。同时在锻炼时要注意，腿往外分的时候注意脚趾发力，不要失重。重心往前去的时候，脚跟与地相连，一拔不起，急中。做的时候应该再注意腿部有松紧转换。
所以要注意到腿的外分有内合，腕合有外分，内合外分之意。然后与手结合起来，身体后靠，手回拉，外分微微向上，腿外分，脚趾扒地。往前去的时候，手往前往里合，也往下，与腿之间相呼应。练习时候要求用力不用力，保持放松。同时我们在练习当中，这是对一中力初步的锻炼，再进一步的锻炼就应该注意到，刚开始运用意念体察周身的阻力，建立矛盾争力啊，由外形，先由外形做起，然后逐渐把外形缩小，往后靠的同时，随时也往前去，刚往前，微微能否往后，外分手，随时有几何，往后，随时往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应该是你往后靠的同时，喝完有水，顺前推来，我重心内往，刚往前，随时往后。我刚往后的时候，随时有往里几何，刚几何，随时有上提。往前去的时候有往里合，往回的时候有往上。所以在训练过程当中，知道吧，有意和无意间相连，体察周身的阻力，建立矛盾。这是我们对撑抱桩的锻炼。同时在锻炼当中注意三点：第一，要求精神集中，凝神静意，排除杂念，这是第一点。第二，周身放松是指身体各部五脏六腑内外放松，均匀用力。第三个要求就是呼吸不提气不沉气，自然呼吸，没有大小周天，一手丹田，手点手相，怎么自然怎么舒适就怎么做，本着符合需要顺其自然进行锻炼。好，前后左右上下力量摸索过程当中，侧重在前后力量培养。提抱桩的要求是在撑抱桩基础上，在身体微动过程当中体察它外分内合的力量，予以侧重。做的时候要用力不用力，保持放松。提沙桩在前后左右力量摸索过程当中，侧重在上下力量培养。休息桩的锻炼也是在撑抱桩的基础上，应用意念假定，周身与水相呼应，由左向右微微进行旋转，然后从右向左微微进行旋转。做的时候用力不用力，保持放松。拳法与摇法可以结合起来，通过休息桩得以体现。拳法施力就是在站桩的基础上，上下前后左右都应保持均整舒适得力，要通过施力将站桩力量释出。
下边我对旋法施力练习进行讲解，两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腿微微弯曲，身体后靠下坐，头虚灵，接受八尺八球，手心向下，手向前，肘往外撑，注意两手距离两三拳，手心在手离身体在一尺开外，手心向下。这时设想十个手指有弹簧拉的远处，两手腕部弹脖子上面，身体后靠下坐，手下按着一个飘着水面的球，这时有意身体略微后靠，有意将手带动，将球旋转起来，身体往后后，手往外，往后往外微往上，柔柔性向左进行旋转，往前推的时候往前往里也往下，手往后往外微微往上提起来，注意手往右手左手不要超过中线的右侧，手往左时右手要在身体的中线，不要超过左去啊。所以左手不往身右来，右手不往身左去，这时候再缓缓往前推出去，往前推的时候是往前往里合也相应，手往右身体向左，手逐渐向左拧转，身体往右侧移动，手到了中线缓缓往前推出，同时假借射向这个球，不仅手下按的周身各部腰腿膝胯是都跟着球就贴了，贴了同时不仅手的螺旋和周身螺旋结合在一起，手往回拉动同时呢，要设想如果这个球随时撞到自己的胸部，这是有随时往前推出，刚推出随时有拉回，拉回随时有往前取，矛盾状态运行，做的时候要求用力不用力，保持放松，由右向左若干下，然后由左向右进行训练。现在对旋法施力当中您注意的几个问题讲解如下：手拿起来保持伏案状的前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常常容易出现手在旋转的过程当中肘容易瘪，一定要注意肘的外撑，手往外去，肘应该往外，同时前手往外，肘往前指，同时也要注意到后手也指，螺旋拧转手一定要注意腕部的旋转，腕往外去有外旋转，你手同时旋转，同步旋转，这是旋转的过程当中往前推的时候注意前手往前推，后手往里合，后手往里合，注意不要过多，过多就失重了，缓缓推出，保持得力即可，手往回旋转的过程的同时注意手心内涵，有将球粘住，同时还要注意到手在旋转有了之后注意腿部在螺旋过程当中注意腰胯的螺旋，注意腿不要松散发泄，要保持相争相连，手往右身体向左，手往左身体往右，手往前推的时候膝盖和周身往里挤合推出，往前推的时候有下按往里合，这时候还要注意到什么下动上子里面，在练习过程当中头要虚灵拔起来，往外的时候注意头与手之间头与脚之间相争，手由右向左移动的时候头与脚之间相争，往前推手往前往里也往前，手回拉外翻身向上，虚灵挺拔嘛，达到飘逸。伏案设立在注意到矛盾争力的同时，它要求我们在训练时候是手往回拉外分微微上提，往前往里也往下，手阻力有了是否扩大了周身，要注意到头的虚灵，锅水施力
在演练拨水施力的同时，要求是在上下前后左右力量的基础上，侧重在左右力量的培养。身体后靠的时候，既有往下往后往外的力量，是吧？螺旋往前推的时候，注意腕部转换，掌心向前，掌根迎上，往上螺旋，往前往里微往上，周身要跟手相结合，体察它的阻力感。推脱施力仍然是在上下前后左右力量的这个基础上，着重于左右旋法、摇法进行的练习方式。下面对摩擦步的讲解。练习前，两脚分开六度角，迈出一步，宽出一个脚面，后胯拧侧过来一点。这个步法叫半丁半八，为丁八步。步子大小进退自如，两脚重量前三后七，胯往后靠，膝盖前指，矛盾相争。这是将两手向两端指开，手的高度在腰部的位置上，眼睛平视往前。这时候设想两脚重量前脚三分，后腿七分，前三后七。设想后腿膝盖踩在膝地当中，我们这时把重心缓缓往前移动，把后脚平行从地面拔起，脚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前趟行，体察阻力，略趟到前脚的脚尖位置，往斜外方拨出，往外往下往前。落脚时候，脚掌先落地，脚跟再逐渐落下。待重心落脚以后，待重心稳固后，再把重心移到前腿，把后腿平行从地面拔起。脚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前趟行，体察阻力。往前趟动过程当中，设想脚踩一圆球和木棍，体察阻力。稍有碰见障碍物，能不能随时收回？再合适随时能否往前？落脚时候不合适，是不是还能提起来？合适再落下。落脚以后，我们把重心缓缓再往前移动，把后腿平行从地面拔起。脚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前趟行，体察阻力。往前去的时候，随时能否往后，往后随时能往前。落脚时候不合适，是不是能踢起来？合适再落下。往前走若干步以后，再把重心往往慢慢的移动到后腿，再把前脚从地面拔起。脚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后趟行，体察阻力。往后的时候随时有往前去，往前是否能随时往后，往后趟动的时候体察阻力，往后往外往下，同时后腿的腕部设想有
弹簧和脖子相连，往后攀过的同时要微微的往外撕开，然后把重心往后用，再把前腿从地面拔起，脚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后趟行体态阻力，往后的时候随时能否往前，往前随时能往后，落脚时候矛盾相争，似落不落，落脚时随时提起来，合适再往前去。所以做的时候要求我们啊，保持放松啊，精神真切进行练习。好，现在对一拳摩擦步训练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加以讲解。锻炼的时候步伐一定要站在丁八步上，不宜过大，进退自如，就是把重心往前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与脚，头与站立的脚后脚相连，上下相争，同时摄像头与前脚之间相争，有弹簧相连，把重心往前移动，把后腿通过腰胯平松离里拔起，脚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前趟行，同时要注意在坐着当中胯推动从膝盖，同时腕部脚的腕部应该保持放松灵活，脚尖脚掌前指脚心内含，同时设想膝盖以上大腿部分趟着膝盖缓缓地往前趟着体操组，落脚时候不合适是不是用头与脚之间拔起来，在做的时候步子往前趟着，设想后胯跟前脚的腕部和后腿的腕部之间有弹簧相争，撕开拉回胯和膝盖之间相争，做的时候注意这几个方面，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蓄力，头把重心移动前腿，把通过头的移动把后胯后腿提起从地面离开地面之后缓缓往前趟行，胯和膝盖之间相争啊，膝盖以下到腕子应该处在放松状态，腕子应该处在一种能够变化，脚尖落下那不合适就提起来，合适再落下，往前趟的时候注意脚腕子和后脚腕子之间有弹簧崩开撕开，头与脚之间有弹簧撕开，缓缓落的时候往前走若干不干往回走，往回走有拉动感，往里几何弹簧，然后往斜外方落脚的时候往斜外方把弹簧撕开，撕的时候跟头脚之间蓄力，往后头与脚相争，往前头与脚就也有弹簧相争，四踩四提嘛，矛盾状态，往前走的时候缓缓往前，往前随时还要往后注意啊，下动上子领步伐移动头的蓄力应该加强，这是对摩擦步练习当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解答。好，下边练习啊摩擦步相关的步伐的演练。第一个步伐是大步的进退练习。前脚往前迈，后腿推动，前脚蹬，后腿迈，前脚迈步，后腿推动，前脚蹬，后腿迈步，落脚落在丁八步上头，注意身体不要上下起伏，保持平稳，往前推动的时候后胯是否还能往前推回来，这是大步的进退训练。下边演练大步的平衡训练。下边对在大步训练中进步和退步的变步练习。现在演练一拳聚集装范围混用装锻炼，
下边对混元桩训练的内容进行讲解。两脚分开六十度桥，迈出一步，宽出一个脚面，后跨里侧跨里，这个步伐是斜面的正面，为丁八步，半丁半八叫丁八步。这时脚掌脚趾扒地，膝盖前指宽后靠，脚跟微虚，这时把手拿起来，手的高度前手略高于肩，后手与肩相平，两手相距两三拳，手心在离身体一尺开外。锻炼时注意松肩垂肘，保持斜面。在练习时注意头蓄力，脚下踩，形成矛盾相争，头与后腿之间有上下相连，有上下相连，膝盖前指上提胯，略微后靠下坐，保持矛盾相争，但不要用力。我们在练习时设想手中环抱一棵很粗很大的树，如云端宝树一般，设想自身如巨人一样，不仅手臂将触抱住，肘是否几何分不开，周身胸部腹部腿部跟树融成一个整体，这时候运用意念有意将树连根拔掉。这时设想手有弹簧相互联系，腕部弹簧脖子相连，同时设想树与人形成一致，身体后靠，微微往后一靠，仿佛把树搬动，搬不动，推推不动，意念一想微微拉动，仿佛这树随着意念一颤刚一颤然后推出去。做时候要求用意不用力，保持放松，形成了意念统帅周身，意念一想形成周身与之呼应。再进一步练习的时候注意设想身体后靠的时候手指有弹簧相连，微外分扒，把棵树扒不开，挤不动，身体后靠的时候微微上提不动，摁不下去，同时我们身体后靠的时候腿有外分不开，往前去挤不动，同时我们在练习中微微上提，脚从地面拔起扒不起来，踩不下去。所以在练习中要求外形不动，身体内在运动。在进一步训练的时候就应该在摸力的方面，第二步的这个阶段应该在意念诱导下，身体后靠，微外分，往前往里，微往下，往上往下提按不动，叫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求是我们打乱程序，身体的一个后靠，同时突然有物体碰到自己的身上，随时往上，刚往上随时往外，刚往外随时往下，刚往下随时往后，往后随时往前，往前随时往外，没有规律，随机随势的之意。第三一阶段就要求外形不动，身体内在运动，仿佛没有意念，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但周身好像似动非动，感觉有意和无意间模模糊糊的。这时候设想一人一想，如果有东西碰到自己身上，这随时有反应，刚一想随时就到，碰到突然到手，都碰到手，如果碰有人碰到胸部能呼应，碰到腰有呼应，碰到腿有呼应，碰到头有蓄力。所以外形不动，身体内在运动。第一阶段就要求我们训练的时候呢按照意念的要求意道力道回拉外分微上提。第二一阶段就该设想打乱程序，它不可在实战当中不可能，知道吧？按自己的想象，突然碰到手，我手发力，碰我肩发力，碰我胸反应，碰我胯变化，碰我头有，站在哪儿有，而没有规律，打乱顺序。第三点，什么都没有了，模模糊糊，但一碰哪儿都有，一想哪儿都到，但是呢，不碰什么都没有，一碰哪儿都能体现，模模糊糊，似有非有。意力不分，意道一。勾挂桩，桩法练习。
现在练习的是了南飞的桩法，他是系混元桩，摸索全数力量，以致达到意力不分，意道力道，是通过鸟南飞要专门加以训练，达到全身之动形成统一。下边开始进行演练。南飞桩法的详解，步法站在丁八步上，这是把手拿起来成勾挂状的手型，然后虚握拳，虚握拳，松肩垂肘，保持斜面，头虚里，胯后靠膝盖前置，找外撑，同时这个手虚握，要求是假借手中各握一只小鸟，不要用力，轻微有紧松松紧的转换感，转换感，这是对手型的要求啊。好，下边进行讲解，两手之间设想各握一只小鸟，小鸟要飞，刚一飞我微微的握紧，一握紧我又要放松，过紧容易死，那松了它容易飞掉，这时候呢刚一紧我就松，刚一松这个鸟想蹬，一蹬腿想飞，刚一飞我微微下沉，刚一沉它就要飞，我微微握紧，它往前我往后，它往外我往里，它往里我往外，它往上我往下，它往左我往右。在进一步练习过程当中就要求是两手各握一只小鸟，一手要飞，一手要往下，在转换过程当中，飞他要飞微微握紧，他刚要起我下沉，他往里我往外，他往外我往里，这时候我们在练习，进一步在练习过程当中外形不动，设想不仅这鸟在手中，而且周身各处凡是有曲折关节之处都设想如能与鸟相呼应，松紧转换，好像什么都没有。练习过程当中，一言一响，身体各部松紧紧松，高度转换，力量鼓大，力量鼓大，外心不动，身体内在速度。做的时候注意，身体放松，不要用力，松紧紧松，进行转换。如果累，我们再把重心调整调整。换另外一只脚，我们在做当中设想，也通过脚鸟南飞的训练，可以设想到，身体各部处在随机随时与鸟相呼应，想飞我同时握紧，刚一紧我就松，它一飞我就往下，它往下我微往上，它往外我往里，我往里我往外，但是由外形运动到不动，不动之中身体速度，身体各部出了一种有与无之间有。好像有点意思，说没有又有，有又没有，心神高度集中，眼神加以控制，身体各部肌肉高度鼓荡，意道力道。一拳腿法点脚的练习，
在点脚的内容当中进行讲解。第一步，我们在练习这个点脚的过程中，应该站在丁巴步上，眼睛平视，两手分开，放到腰部的高度，假借两手扶在矮凳和栏杆上，保持平衡。前脚提起用整体头带动，形成摩擦步的力量，缓缓往前趟出去。到了站立脚的这个正中的位置，缓缓往前趟出，拿胯送出去，送去，在脚直线往前趟的时候，擦地而行，啊吧？通过这个点脚的趟出，应该从试力的过程，然后推进回圆，慢慢的，然后落脚以后，再提起前腿，形成试力感。步子往前趟出，体操阻力往前送，缓缓的送出。这个步子快到一步，脚要落脚的时候，推点回圆，点脚，点脚，注意脚一点的时候，擦地而行回来，脚腕部往前送出，提起来。所以再做一步，往前趟出，缓缓的趟出，一点就回圆。好，有了这个视力的摩擦步的训练之后，循着力量送出拉回，掰一点就回圆，然后逐渐。走动当中，快应该有慢的内容，啊，慢应该体现内在力量转换过程和力量如何调整。在快的时候呢，应该有慢的要求，要求一触即发，来把一点即止，一紧即松。下面我们练习一下蹬踏腿的发力，步伐在那丁巴步上的。把手拿起，身体放松，手放在两侧，保持平衡即可。这时候把手拿起来，就把腿把重心移到前腿，把后腿提起来，成独立状的肩架。就是设想脚的腕部有弹簧与地相连，头与脚腕部有弹簧，脖子相连，脚下踩，微微下踩，微微刚一下踩，然后拧转提起来，刚提起来，然后再下踩，矛盾相争，下踩。提，把脚与地面的弹簧微微提起，而踩把弹簧蹬踏下去，下踩弹簧和脖子弹簧微微撕开，拧转，上提的时候是那身体带动，踩的时候身体拧转踩下去，所以做的时候要求，啊，身体处在螺旋状，往前、往下、往里、往上提的时候，往后、往外、往上，再进一步，在做当中，脚下踩的时候。就是蹬踏施力，好，再试，稍做到下踩的时候，把弹簧下踩踩下去，啊，提起来，提再下踩，把力量释出，是腰胯螺旋。稍有基础之后，稍有基础该练习把步子走起来，练习蹬踏，放松，脚的内侧冲外踩下去。上提，练习一拳腿法侧踢腿的训练同时，第一，先通过慢动作把这个重心和腿脚的力量逐渐的释出来，通过头的蓄力与脚之间相争，腰胯的慢慢的螺旋拧转，将力量送出，蹬踏，蹬踏出，然后回来落脚下去，落脚正好是准备再进一步或者发拳上步的那种步伐，步子再往上去的时候，注意腰胯螺旋拧转，将腿踢出，踢出然后拉回来，啊，再往前迈步，然后再提起来，回来，落脚，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注意腰胯螺旋拧转，把将腿提起，提起，注意放松，回来，
脚落下。那训练说，先用慢的动作把里头力量通过演练逐渐体察到头与脚腰胯之间的张力之后，然后逐渐速度加快，加快当中它有慢的力量，快中有慢，还要把力量发出来。所以在做的时候，这项有弹簧相连嘛，两脚之间，头与手之间，腰胯螺旋，你们一踩，蹬蹬一放回原。落脚的时候，便是发拳，发力的尖叫，好，随时踢，随时蹬踏，随时进行侧踢，回原。再拧着，回原。现在对勾挂实力进行讲解。步伐，人六指步脚，两脚分开六指，迈开一步，宽这个脚面，后胯拧开过来一点。这个步伐为半丁半八，丁八步。这时候注意，膝盖前指跨向后靠，脚趾扒地，脚跟微屈，眼睛往前平视，头虚里稍有挺拔之意，把手拿起来，呈勾挂状的尖叫。这时候设想十个手指有细小弹簧相连，两手腕部有弹簧和脖子相连。这时候注意，应用意念，身体带动手，通过头带动周身，周身与手相呼应，身体后靠，手回拉外分，微微上提。在螺旋的时候，重心往前，往里合，有往下推出。如果超过前脚一直走，意念不断，力量转换，再往前推，身体后靠，同时拧着，手回拉手外分，上提。一边螺旋的时候，力量往前往里有下，手往回拉手，与头与手之间相争，胯和膝盖之间相争，大腿微微外分，分不开，螺旋下来往前几何，下踩往前推出。在进一步锻炼的同时，该往回做的时候，可以手做的手，身体动作手往回拉，突然往是不是随时能回来？往回拉着微微有外分，外分能不能随时往里几何？回拉着微微上提，上提能不能往下？在矛盾中运行，在做视力过程当中，动作由大逐渐变小，小时候拿身体多带动，手的感觉有了。腿、腰胯、周身与手相呼应，在练习当中，头带动手，缓缓拉动，设想随时是否能够往前、往下、往里，刚往前，随时能不能往后、往上、往外、往下，随时相呼应。在视力的训练过程当中，动作大，在有个移动的情况下是视力的训练，包括腿、腰胯整体，把站桩力量运动起来。身子小，回过来就是站桩，矛盾状态，慢慢由小再扩大，就是实力。所以在练习中，实力可大、可小、可快、可慢，按自己要求进行训练。下边对神龟出水施力进行讲解。在锻炼时，步子应该在丁八步，胯顶靠，膝盖前指，步伐如击击桩一样，进退自如。同时前腿抬起，后胯能提起送出，得力状态，上下相争。
七月前指髋后靠，脚趾八地，脚跟微曲，如踩一张薄纸上，拉动既有阻力。如果一拉毫无阻力，就太虚了；如果一拉纸碎了，踩实了。所以虚实之间稍有阻力亦可。把手拿起，手心啊，手心向下，手指向前，手的高度，胸部的高度，肘外撑，不要瘪，手指往前指。就是说，设想十个手指有弹簧拉着远处，两手腕部跟脖子相连，头虚临脚下踩，胯后靠，矛盾相争啊。就是设想手下摁着一个飘着水面的球，这时我们有意将球啊缓缓的，知道吧？向上向外，啊，向前提起，升起，然后往后往外，啊，往下，啊，进行螺旋。带这个手，注意，带手提到肘部的外侧。这时候头到后手的肘的关节处，然后螺旋拧转，掌面下按，将球按住水中。这时候头探出水面，后胯推动，提起，按下之后头探出，然后身体后靠，往外往后往往下，手螺旋，掌面下按，最后不仅手有螺旋，前后转换，周身腰胯都与之跟起，都在螺旋变化之中。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神龟出水的手提起来将球提的时候，注意后手护中，螺旋转换的同时，注意右手不要超过身体中线，掌根下按，头虚里按起。所以做的时候注意肩放松，手往前指，手往右，身体向左，手往上，身体往下，手往下，身体往上，手往左，身体往右，按下，手提起来之后，头在左侧的肘关节处，按的时候头应该到右手的关节处放下，练习左侧也是一样，重心下降，将球摁住水中，提起，然后手往外，身体往下，手往下，身体往上。在练习的时候注意手往左，身体往右，手往右，身体向左，掌根下按，头要虚拧起来，后胯推动，后腿不要绷直，放松。手的螺旋和周身的螺旋形成了相反方向而统一起来，而且按的时候随时能不能上浮，关后随时能不能下按，手往左，身体往右，手往右，身体向左。
下边进行，那一音两音转成一音，音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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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一音形成一个音，音听起来近似两音，其实一音听起来。下来就是把这个音这一个音用一声代替，但是要从有音到无音，还要把这个实声做出来。一拳是声，它的要求主要是要求我们把声音从五脏六腑通过是声的形式调动起来，加强五脏六腑的肌肉和横膈膜力量的调动。我们通常在练习武术时常常有发力训练，但如何能够把身体内在的五脏六腑的力量通过视声的形式调动起来，达到声力并发啊，声力合一啊，所以在练习时一定要注意身体放松，精神凝住，一定注意啊，呼吸要匀细，练习的时候让若有所思，眼睛往前平视啊，在练习视声时有意将气上提啊，通过腹部达到胸腔啊，主要达到啊咽喉部位，这力量深沉啊，要从深层把气提起来，悠的时候就要求这个声音上提，提到啊，力量不断，音量不断，悠把气啊瞬间由上而下啊，把砸入胸腔，让气整个横膈膜突然一紧，悠啊才是刚砸进啊，再提起来，再进一步就要求俩音合一音，就要求既提又沉，提气与沉气形成了矛盾的力量，发力有些特力气，知道吧，就是往后往前一道力道一响道，如果很大的动作造成这个力量松散，同时我们在训练这个视声的时候，同时提又要求既提又往下砸，把气砸进，形成了矛盾状态，正题还是啥，形成了俩字通过一音体现，音音音，刚才在试声过程中俩音合一音加以体现，再进一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一音加强两音，要求在试声 体会出来，第二一步就要求是一音形成了音体现出来，在第三阶段就要求啊，由有声变无声啊，将气对吧，在胸腔内突然爆发啊，调动五脏六腑的力量与发力结合起来，达到声力并发。